什么叫的时候啦，范蠡说：“你妈，你不走，你妈等死了，走了。”范蠡把西施一带，我靠，收为小老婆，拿着皇帝给他的钱，变成了一代名商啊，环游世界，笑傲江湖。文仲没过两年，砍头了，全家抄家灭九族。没有人能够永远成功，人生不是一条直线，人生永远是一条抛物线。懂得在最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才是智者。今天你再跟周老师学习，带你进入神奇，让你能够做幕后玩家，让你能够成为幕后的赢家，让你能够赢到最后，笑到最后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赢。成功不牛逼，功成最牛逼，功成身退，功成名就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写上人生的唯一活路就是从成功到功成，知道比神奇更高的是什么吗？神奇虽然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你要记住，神奇还是让别人知道了你这个人的存在，我在这个局里面你还是出现了的，在西游这个集里面，大家明眼人还是知道其实是你如来在做局。换句话讲，其实做局有两种做法，第一种是自己在局中，第二种是完全不在局里出现的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。你们知道最牛逼的是谁吗？你们今天崇拜的比尔盖茨、巴菲特，你们今天崇拜的李嘉诚，你们今天崇拜的孙正义，在某些人看来，他们都是提线的木偶、跳梁小丑而已。他们的老板是谁？他们的幕后玩家，他们的大老板不是他们。马云背后的老板也不是马云，都是跳梁小丑、提线木偶而已。买本《货币战争》看一下，60%以上的企业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摩根家族人，他们才是世界首富。比尔盖茨只是他们的一个小管家，他们的家族不是富过了三代，是富过了50代福克帝国，整个美国、整个英国都是他们的，英国银行是他们家的，美国银行、美联储是他们家的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们都在帮他们打工，这才叫绝世高手。记住，优秀的人他这辈子都被钱所困，活在钱里面，听懂意思没有？他很厉害，但他活在钱里面。卓越的人一辈子被人情世故所困，他活在人里面。在座各位辉煌的人一辈子被使命感所困，